由于你们在第一季和第二季都成功搞上了事业，但是我第一季里面我的事业就是也没有延续，第二季也没有。这一季我们主打一个改变，我的美甲到了，你们可以在我美容院做美甲了。我那都是果冻胶贴的，8个币只要。这是咱们以后给顾客服务的躺椅，这是我的小箱子。哇，这我就把化妆品放这儿，咱们就拎着走，可以拎着拖着走。这是我的小箱子，营造氛围感。这个太可爱了，做的。哇啊，你们是可以在这儿摆摊了。你好，等一下，我们是蒙奇奇美容院的。咱这坐到一半街上把别人叫醒。我是蒙奇奇美容馆的小梦。我是蒙奇美容馆小辣。这一季我们主打一个改变，美甲到了，你们可以在我美容院做美甲了。我那都是果冻胶贴的，8个币只要。那我可以，但我们有泡脚桶，我们还有一次性的。啊，有泡脚桶啊，还有不同的药包，然后有精油。哎，你的那个到我这来消费啊。咱们 girl have girls， 就躺在那儿一边按脚一边按脸。哎，也可以，这次都可厉害了。精油 spa 他们还起了名字，还给自己贴了徽章。这些都是我们的东西，我看看，这是咱们以后给顾客服务的躺椅。哦，哈哈，厉不厉害？这是我的小箱子。哇，没事，我就把化妆品放这儿，咱们就拎着走，可以拎着拖着走了。这是我的小灯，营造氛围感。这个太可爱了，做的。哇啊，你们是可以在这摆摊了。哎，我觉得你们可以这儿弄弄脸，然后哎，手还可以放松一下，这甩甩。我们拉木就可以甩啊！我学了，特意学了。真的？对，这即将是我们桃花坞最大的业态。你说桃花坞这个生态挺吓人啊，只有服务业。周哥，你聊聊你见梦姐第一印象是啥呀？美。美。美，美丽的美。周老师还带了个暖水壶在那边，河海的人还给自己倒了一杯水。第一场戏他演得特别好，我印象深刻，我还特意跟他们家是经纪人是吧，特意说表扬。不是的，你也表扬我本人了，谢谢。你过来跟我说，他说天哪，你就是天生吃这碗饭的，说你真的很灵，这场戏演得非常好。没有天哪这样的前提，这样说的，这大概怎样一个剧情呢？因为我们也可以让小辣跟智胜现场，我们来给大家演一段，复刻一段。他掐我脖子，他就边掐我，你就是吃这碗饭的，你就是。复刻一段吧，复刻一段吧。你演梅超风，我演梅超风。你的表演被我识破了，一位哥。好，我这。你师傅，你别，师傅都来了，你还呜呜喳喳的，你要干嘛呀？你现在害怕颤抖，害怕有点。哎呀，很害怕，很冷，很冷。梦姐，第二个我来吧。说，因为你之前录一个节目，说王鹤棣太红了，而你们开始疏远了。是真的有这回事吗？严刑拷打，完全就是严刑拷打。我跟他录那个节目，就是其实是好久都没有见了。就是我觉得他从我们认识他的时候到后面，他就是现在这么红，他其实没有什么就是太大的变化，就是对我们还都是很热情。然后我就觉得，挺好的。我们要做动八指了。好，马上。我回来了。你会做吗？不会，手机里有那个制作视频吗？第一遍冲料。你能，我得把两条脚抬上。搬个石头呢？可以。好 ，OK 啊，你别摔了哈。好。觉得他们俩每天干的活都是与这种东西有关。不是在搞屎，就是在搞像屎的屎东西。觉得大家的关系都变得更走近了一些，而且也很自然了，更随意了一些了。好 ，OK， 不动它了。你笑起来的时候，脸上的每一颗那个褶皱都觉得长得很合适。我觉得你很能喝奶。我觉得你怼我的时候也很好看。
那我们等会儿先上三楼，我再来。你要干啥？哦，还要卸妆。卸妆，他今天要给我这个钱，就做个 SPA， 真棒。这是那种，我还卸妆、面膜，然后最后的护理，你可以直接睡觉，刷个牙就可以睡觉了。什么就刷个牙？但是我还要洗澡。你还要洗澡啊？我不是在你这洗澡，我是自己洗澡。不是，那你还洗澡的话，那你的脸不是白给你涂最后一层了？那就这样，我知道了。我给你敷完面膜以后，你就上去洗澡。你先让你下来以后，我给你涂最后一层，你就睡觉了。然后就这样，你二十，二十，好，二十，好吧。因为有我时间成本，我还在这等你，还等你洗澡，是我的时间成本。通通用，钱通通用。哇塞，小心，好酷哦。咱家楼上这块还挺酷的啊。嗯。哎呦，谁冷？衣服要不要？我要。你穿的啥呀？雨衣啊。玉龙雪山的租的衣服。没有，我拿了两套。为啥我说冷你不给我拿？我一哥跟我说的是他。我看你拿着，我说我冷，然后还跟人要棉袄，你没给我拿。你拿一个。会被挑衅。我们是一个自由开放的家庭，需要我们的时候，这个家庭我们一定会，每个人都会为这个家庭付出努力。我们家的感觉就是我是爱你的，但你是自由的。孟总，我今天能这样边泡脚边在旁边打杂吗？你怎么能打这个杂？我把他躺椅拽出来，完了放到我的旁边。这是他们那个孟姐给敖瑞鹏卸妆用的躺椅。哇，你这个太棒了，国王，你就躺下啦。哎呦，来吧，得劲儿。那我先开始了，汤汤来吧，我们先试试水温。汤汤温度怎么样？可以，非常优秀。行了，那你媳妇负责洗脚啊。好，我在盯着吧，姐。是吧？他这个，哎，你把水烧上了吗？小辣来了呀。还有个客人呢，谁到了？你的下一位顾客来了。你离我近点吧，我说。行，我这样的，我边泡脚边打工。哦，我们没跟这位顾客介绍呢。你好，等一下，我们是蒙奇奇美容院的。咱这还坐到一半接上，把别人叫醒。我是蒙奇奇美容馆的小梦，我是蒙奇奇美容馆小辣。你好，你好。志胜，我们项目升级了，都有床了。你没赶上，没有用。你们当初对我造成的伤害，不是一个床能比我的。哎呀，我挺多。不是，脑门挺大呀。哎呀，我的妈！在你的脸上，感觉这个面膜很袖珍。这儿还差这么长一截。你们这个服务太吓人了。但你永远是我们的 number one。 哎呦我的妈呀，这也是我一生的遗憾。我的行，我跟你讲，咱这两个业态，一个江姐这 SPA 馆，一个这个，都老值了。不要老给我们客人聊天。啊，不好意思，我也是客人。你咋能区别对待？您是 VIP 至尊，你是我们至尊 VIP 他呢？不，我也想做你们 VIP 至尊，关键是我这一百就一百，那也不够，也那个，就我哎呀，您这个水平就别消费了。这么感觉吗？脸也变太快了。培训没到位啊！这我得投诉。你看，就是让客人开心，客人开怀大笑了三次、四次。我这真可以。拉呀！哎，你在？我在这儿泡，一边服务一边泡脚。哎呦，一边服务一边享受。这会儿你是过日子？我是过日子，我这边花这边赚。你讲究一个收支平衡啊。他们这个洗脚还有按摩呀。啊，你也需要吗？我们有按摩服务，我们有甩手。笑了。
我这没油干撸的。常拍这肘窝啊，可以这个解气。解气，是你解气是吗？你解气。客人，您你先等会儿啊，客人，我这边泡脚。他直接泡脚，他直接开始了。我这边泡脚开始了，你等会儿。你看看小辣要什么？要艾草还是？你是艾叶呀还是啥？艾叶。你这叶是不是放的有点晚了？还半道想起来的。这啥态度啊？这啥态度啊？踩我鞋不说，完了药不吃就搂你，我要投诉。老板，开业大酬宾给那位客人，我也按一按。嗯，你按一按吧。你行吗？让客人评判一下你有没有这个可能。这啥服务啊？吓我一跳！咋的是？怎么使劲使嘴上的脑袋？正式服务还要想要什么服务？免费的。嗯。这个地方是不是也比较帅的？是。你去哪儿？这个地方是不是也比较帅的？嗯，是。你这有问题啊！那能算账呀？照你那么问，谁不算账啊？等你按完呢，我的病情加重了。你应该接他伏案吧？嗯，是。对，所以我决定稍微使点劲。啊！哎呦！你这啥玩意儿？哎呦！行了，通了，一下就通了。我办一个100的 VIP。哎呀，办100的了，办100的了。我面去挣钱，我投诉。投诉！这家伙那边办卡了，这边给我装的呀。徐总在姐姐们泡脚的时候，可以陪姐姐们聊聊天，取悦一下他们，让他们这个身心愉悦一下。因为现在的经济条件，我们节目录完，你不会每天都来卸妆吗？每天再来一次，我觉得还是能够支撑得上的。对他，咱得提高价格。我决定天天来。那桃花币啊，那不是问题。主要你得看我们俩有没有功。好了，顾客，你就在这休息，等面膜吧。等面膜吧。客人，这个面膜简直是为你的脸凉脸打造。回头看看，正好。面膜整整好好。真的刚刚好，这个鼻子也刚刚好，是吧？那为啥我的面膜小了？那你就想想自己的问题吧。那玩意儿还用多问吗？真的。哎，我这是不是感觉很舒服？谢的，这才8个币，是不是很良心？太少了，实话，我觉得你定12到15差不多。但是我之前一直都8个币，我现在也不好意思涨价了。您消费8元，我都付过钱了。付过钱了。这是什么呀，谢的？德云社呀，哎呦妈呀！德云社，你认识吗？我挺喜欢的，一直。你挺喜欢的？挺喜欢的。哦。啊，给你介绍一下，啊，这我们的新朋友敖瑞鹏。你好。倩姐，你应该认识吧？认识。见过。哦，那个徐志胜，认识吗？王不见。真的，我觉得你各方面都比郭麒麟棒太多了。我妈呀，成功的让咱俩一面没见就成了仇人，宿敌了。咱们俩现在王不见王了啊！王不见王，他是新650的，可有才能了。没，这650的编外成员。没有，徐老师，您来了。你好。啊，这个是那个郭麒麟。我怕他们不认识你。哎呀妈呀，得亏有孟姐在啊。肯定啊。因为就是我们真的是挺好的朋友，然后呢，我分析了，我觉得今天呢有人去爬山，就挺累，然后我就很怕麒麟来了以后，就是因为大家都很累，然后就没有办法，就是，
再打起精神去营业，然后我就怕他就是觉得很孤单，怕他有这种挫败感，所以我就是全程陪着他。你这扇子10块钱、啊？对啊，如果买这个的话，可以给你10颗桃花币，我怕你没钱用。哎呦，太谢谢姐了，一会儿消费在你身上，好吧？一定要消费在我身上。行行行，你现在干什么工作？我现在开美容院，厉不厉害？行，我这还有刮刮乐，就是消费满50啊，这四个我就随机赠送你们。真的？咱们给他满50。哇，20到28，48，48，葱好像是2块。我看一下。哎哎，你看这个郭德纲，这就是那个，哎呦我的妈呀，姜品字对不对？这个书啊，出来好几年了，终于被你发现了，要不然这名儿为什么起呢？你说吧，是不是？那这个书叫做《好过德纲》是吗？好过，过得刚好。哎呦我的天哪！你把扇子还我吧，我把10块钱给你，我不卖了。你侮辱我！哎，坐会儿板，坐腿上。哎呀妈！哎呦我的妈呀！人家也没让你这么做吧，给你挡死了。你的手背后，咱们就玩这个喝水，来喝水。双黄。哎，郭麒麟不错哦，其实这也不赖哦。我还是更喜欢王传君，袅袅才是我的爱。来一遍，耶！还是一个很有大局观的人啊。谁都不赖呀。我躲半天。谁是狼啊？你是狼？起来！我现在行使那个……啊！啥？你说吧。我现在行使你。你是狼是吧？谁说的？啊？谁说你是狼啊？那就这么规定的。不是，是这样的，我跟你说啊，就是你别想跑了，请各位污民加入位置共享。你看都没加入的，我起来。那用不着加入，我从来也是盯着你过来的。你给我起来！哎呦，这玩意儿不用，你咋跑？行了，啊，梦姐，给你一次机会。啊，我看智胜，他是自己呢。射箭，我也射下去，来一下子，要射箭了。行，你别捡了，梦姐要射箭了，快快！我的妈呀，梦姐，快躲！我可会射箭了。哎呦！你这怎么回旋箭？拐弯箭，您这是回旋镖？你这玩意儿不行啊！我这要弹吉他，我感觉我这个。这姿势挺难拿啊，我横着拉横，哎呦喂，哎，拉横木，挪，我给咱俩一这样，对，刘神，我感觉你这手，你往边来点啊，对，咱俩都远点啊，哎呀，看到这威力，行了，别玩了，我跟你说，这对身体不好，尤其对旁边人的身体更不好。小子，你觉得我这样牛逼吗？今天我跑了一下午。出了一身汗，但是我感觉还是香香的，可能这就是帅哥的味道吧。我没有，我在说闻头发。我刚才是这样，我来圆你同学，你这两个都不能听。好，我要看一下一维哥的表演。他刚拿起头在这闻，然后我就很正常的说一句：“咋了？在犹豫今晚要不要洗头？”没有啊，我头发好香啊。就开始了，然后后面就是你熟悉的那一套。那就是那一套。咋了？在犹豫今晚要不要洗？没有，因为很香。被自己迷到了，对不起。我就，啊，我怎么样？为什么要给他这个机会？油不油？但他我倒不觉得油。然后他说，哎，这话也就是他，也就是你说，要是我梦姐说就很正常。是我肯定很油了。你知道为什么你说会觉得你油吗？因为你说这种话的时候你自己不相信，但我说这种话的时候我非常相信。你现在相信一下，你相信自己真的是这样，你再说一遍肯定就不一样了。我今儿下午出去跑了一下午，一身都是汗，但是我闻着它味道香香的。哦，比刚刚像了点儿。或许这就是帅哥的味道吧。
你最后一句不信，不信，最后来一遍。我说不出口。你演一遍看看。我演不了。周哥，我给你改个词儿，你就说。这是成熟男人的味道。哎，这是成熟男人的味道。太可怕了。他羞涩，他说不出口。这个形式我都忍不了，怎么能说得出口？